你不会要杀人灭口吧？我杀他。对啊，他知道那么多事儿，你当然会杀他。哎，廖爽，嗯，你误会了。我跟曾医生的私交很深呢，他帮过我一大忙，我是来还他人情的。人情一定要还的。来，出门走快点啊！这个姓曾的可不是东西了，我跟你说。 他醒了，我通知你。哎，报告，我们已经全城搜索，但还是没有找到乔汉生的踪迹。哼，看来乔汉生还真是抢手货。 出来，会长，是属下失职。回日本的行程暂时取消，凡是可能藏身的地方，都派人给我看好了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乔汉生。应该说是叶向天这个老狐狸，14年没见着他，我真的很想。 想念他的医学成果。是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动静？继续隐蔽，只要发现乔汉生，立刻报告。是。 你是他情人？不，我是他义女。我不懂女人，但我觉得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不像女儿看父亲。看吧，连你都看得出来。他让我喊他叔叔，真可笑。你到底什么身份？为什么跟着乔汉生？ 我的身份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和书里说的、戏里唱的一样。从小长在烟花巷，自从乔叔帮我赎了身，我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。怎么样，满不满意这一出无比俗套的旧风尘呢？<笑>骗你的。 你很有意思，老师，叶君，叶君。 你快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呢？我刚接到家人来信，要我回国。太好了，我刚刚接到军部通知，要征用我去中国研发新药。叶军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军部？对，由军部出资，建立亚洲最先进的实验室，开发出能改变世界的新药。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，我希望你的才华得到最大的发挥。我们一起联手吧。好啊。 谢谢老师。韩生，老师，要让我拿琴音去做实验。琴音才8岁，他一出生，母亲就去世了，从小身体就一直不好。 我怎么能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做这个惨无人道的实验呢？老师，你先别着急，秦英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能不能？
等秦一身体好了以后，再拿它做实验。再说，现在这个剂量这么不稳定，用了以后，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后遗症。你怎么还蒙在鼓里呀？我们以前试验过的那些孩子，仅仅都是留下后遗症了吧？那怎么了？都死了，50多个孩子。那些我们拿来做实验用过药剂的孩子，没有一个活过12个小时的。你是科学家，他们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的呀。老师，会长不是说他们只是暂时的昏迷，过一阵子就会恢复过来吗？我们被骗了，我们都上了军部的当了，我们双手沾满了孩子的鲜血，我们都是杀人狂。叶君，清醒一下吧。叶君，头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又不是杀人犯。我是二哥孩子，我被骗了。寒生，畜生！我为什么要做这些？你啊，凶手，杀人犯，报应！寒生，报应！这世界上真的有后悔药就好了。你们会得到报应的，我要你们赎罪52个孩子的命啊。寒生，好痛。寒生，寒生，寒生，满琪，为什么不按计划行事？你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，我做不到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巧成拙。你救得好。我知道你在说气话，气我坏了你的大事。曼琪，我现在可以说是悲喜交加。你看，我忏悔了14年，其实我现在的一切都可以不用发生。我和老师的心血在14年前就已经成了，可是我知道那个配方并不是完美的。秦，秦，你怎么了？头疼是吧？又想起过去的事情了？不要再想了，有哥哥在啊，有哥哥在。为什么会长说的父亲那件事，我一点都不记得。父亲背叛了会长，不要再提他了。可是会长说父亲是因为我在。不是那样的，根本就不是那样的。明明是父亲亲手。秦一，秦一，都怪那该死的誓言。秦一也好，你也好，都是牺牲品。你做我的秦一好不好？
要是再高烧不退，只怕性命不保了。在下已经无能为力。公子要是有门路的话，去找宫中的御医试一试吧。父亲一向心疼秦毅，所以并未真的用秦毅去做实验，而是找了别的女孩来代替。你父亲都已经骗了本会长，本会长为什么要救你妹妹？会长如果救了我妹妹，我愿意在会长身边做牛做马，万死不辞。这样好了，你就跟在本会长的身边，等你妹妹好了，让她去安部报道。秦英体弱，还请会长。会长是不会救一个对我完全没有作用的人的。那就请会长为我妹妹去请御医，等我妹妹好了，我一定亲自送她去安部报道。妹妹，你就是秦英，我的好妹妹。小倩，过来拿标语。哎，来。拿好了啊。嗯，对了，那个送到学校的横幅已经确定送过去了吗？确定，已经送过去了。那我先拿走了。好好好。还手来真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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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手来真相。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一个个不在学校好好学习，竟然跑到我们天津警察厅来闹事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，赶紧回去给我读书去，要不然通通把你们抓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别理他，还手来真相，还手来真相，还手来真相。快快把他们拦住，别让他们过来。还手来真相，快把他们拦住啊！快快快把这帮人给我抓起来，快点，快快给我抓起来。哎，局长，其实这个事儿没有您想那么复杂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哎，这多大个事儿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局长你。厅长，哎呀，您是谁？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这点小事，毛毛站起来呀，是不是？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您一直在教导我们，一定要把这种恶性事件，把他们压制在萌芽状态。我让你们重视，我没让你们开枪打死学生，现在怎么办？厅长，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呀。这天天的丑闻不断啊！你在这节骨眼上说开枪就开枪啊！你不是把我往风口浪尖上推吗？厅长，我这摊事儿，我这摊大事儿了，厅长，你就帮帮我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帮帮我。那些个剩下那些学生都遣散没有？散？嗯，对呀，散了没有？散恐怕散不了了。怎么了？我把那学生全关监狱里边了。啊？关什么监狱？啊！滚出去！滚！滚！滚出去！曾处长这几年为了天津特别市的安稳，出力不少。上峰可都看在眼里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！我这次来的时候，南京方面特别嘱咐，天津警察厅厅长兼警备司令部部长廖守业办事不力，屡次失误。上峰考虑将他手中的权力交予曾处长你来接管，曾处长前途无量啊！这要感谢蒋委员长对我的栽培啊。父亲，失陪了。啊，请便。什么事？若兰和她的同学当众闹事，被关进了警察厅。情况属实吗？属实。哎，若兰这个丫头整天跟那帮同学一起胡闹，我不方便跟廖少爷直接要人，你去一趟。明白。老头子，把门开开吧，我在外边好多事儿呢。放你出去就没影了，好好在家给我待几天。这几天啊，南京的特派专员来，等着找我茬呢。再给我惹事捅上去，你试试。行。行。算你厉害。嗯。那我不出去了。我是谁？我是 Apple， 我不是 Apple， 我不是 Apple。
啊娜塔，别！我费尽千辛万苦，搭了半条命才爬到这儿，叫你一把就给我抓起来了。但是我刚刚以为外面有坏人，所以我一把就……我跟你说，你肯定就是老天爷派来克我的。安娜塔，你刚刚为什么爬到窗户上？你先别问那么多问题，你害得我差点搭了半条命，你是不是应该补偿我一下啊？对不起，安娜塔。安娜塔，你想出去，让我帮你保命。聪明。既然你猜到了，那就省事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要出去，但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我们家老头子啊。我先走了。哎呀！对不起，安娜塔，刚才伯父伯母跟我说让我看住你，怎么办？是啊，但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！啊，再说我出去我不干坏事，我是去救人。救人？有好多像你这么大的女孩被警察抓起来了，如果我不去救他们的话，他们在里边会很惨的。你愿意他们受苦吗？我不愿意。那不就完了？那你快去啊！啊，这就让我去了？回来了，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干什么呢？站住！出了点意外，朱若兰让我把所有学生都放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佳阳，怎么回事？他们都是我同学，不能这样丢下他们不管。今天我到这儿，只负责把你一个人带走，其他的人不关我的事。走。哎，我们是一起被带进来的，要走也得一起走。走还是不走？不走。我说过，要不你就带我们一起走，要不你自己走吧。而且，他还在生气。若兰呐，学生就应该做学生应该做的事情。我没觉得我做错了。我知道你们那一套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难免会冲动。我们革命不是冲动。那民国不也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吗？国民党在孙先生的领导下，那不也是抱着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这种理想开始的吗？我不管你怎么理解革命。爸，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现在做的事儿，就像我永远都不会理解你现在做的事儿一样。若兰，我认为我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。明白，但无法理解。佳阳，你去看看他。佳阳，你也在帮爸爸做那些事，对不对？天津特务处，这个名字我没说错吧？是。你这么快就承认了，佳阳。好好做医生不好吗？你现在拿着手术刀，又去拿枪。刚刚救完人，又去杀人。你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是不是？佳阳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反驳我呀？你说其实你也不愿意，你也不忍心，你也很痛苦，你也不希望过这样的生活。我没有选择。
不管里边藏的是人是鬼，还是什么宝贝，给我仔细的查。是。来啊，给我拆。好嘞，好。你们两个去那边啊。好。现在跟我来。 父亲，非得这样吗？唉，我不过是给特派员做个样子罢了。这是乔汉生的老巢，我看他早晚得回来。真拆，我没那么傻。可是，附近的居民其实不知情。如果只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，把他们强行迁走三个月，是不是有点？这是必要的。我必须要防止再次谣言四起。 可这不是谣言，是事实。嘉阳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现在要做的事，就是要把关于盛南孤儿院所有的事实都变成谣言。可事实远不止这些，而且我觉得乔汉生手里一定还藏着更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看是故弄玄虚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找到这个人，防止他再制造谣言，蛊惑人心。可他们有证据，能说明那些故事不是谣言。我也有证据。 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他妄想和臆造的。我没证据，我可以制造证据。嘉阳啊，把这交给你了，好好看着他们。是。我忙着要揭露的真相。 就是我爸，极力要隐藏的，想想真是荒唐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这件事他也不完全赖你。这样得了，为了补偿你，我请你喝酒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哎。 我是请你喝酒，也没让你这么喝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喝多了，回去你爸肯定要揍你的。我爸才不会揍我呢。他从来就没打过我。他虽然陪我的时间很少，可是只要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永远都是宠着我、惯着我的。他那时候看起来就好像完全没有脾气似的，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爸爸，居然会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偷祖头目。都是因为你啊！ 都是因为你一句话，就打碎了我20年的好梦。哎，首先呢，我先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啊。不过你也反过来想，虽然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害过你啊。他们把你保护得很好，很在乎你，关心你，爱护你，才不愿意让你知道。你有什么可伤感的呢？我才伤感，以后。 一定会有矛盾对抗。什么矛盾对抗啊？哎呀，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问你，像你这种人，有理想吗？有啊。如果有一天你的理想会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势必起冲突，你会选哪个？选什么呀？有什么可选的？你突然间发现，你一直喜欢的人。 他的身份变得很不堪，你还会喜欢他吗？会啊，为什么不会？爱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要爱，就大胆爱呗，别在心里多难受。没想到，你一个嘴里说不出正经话的人，居然还能说出这种大道理。不过你这些话。 还是挺有劝慰人的效果的。谢谢你啊！你客气了。甭管有没有用，有效果就行。站住！去哪儿了？
我觉得家里面透不过气，我刚刚出去走走。我记得父亲说过，这星期是不允许你出门的。你们当然是不想我出去了，佳阳，你就不能不跟爸爸一个鼻孔出气吗？你亲眼看着爸爸在盛南废墟前面说了那么多堂而皇之的谎话，我就能想到他究竟是怎样沾满鲜血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。佳阳，不要再坐下去了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劝爸爸收手，我们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不好吗？若兰，你怎么还这么天真？天津做生意怎么可能不靠政府？再说父亲已经深陷其中，如果我告诉他要让他身败名裂粉身碎骨作为代价他才能离开，你愿意吗？在哪里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通知兄弟们，带上家伙，准备一下。好。虽然你父亲这些年瞒着你，但是他一直都很关心你。你别再那么关心我们的事情了。佳阳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跟爸爸每天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们的事，你不要管。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佳阳没有丝毫反应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。若兰奇怪，佳阳这是怎么了？好像心事重重。我今天就看看你们，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。就停这儿。好。给你。哎，谢谢老板。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乔汉生还是没动静，曼奇也没惹麻烦。曾医生每天都过来，很辛苦吧？看来今天又让你白跑一趟了。我今天不是来找乔汉生的。不找他，那就是找我了。如果你是想知道这一连串事情的起因经过呢？我知道的不见得比你的多，就算我知道了也不见得会告诉你，所以你还是会失望的。
没有希望，就不会失望。不如我们叙叙旧，说不定你今天愿意对我说什么。叙旧，说的好像我们有多少交情似的。自从我认识你，我们从来就没有好好聊过，无旧可叙啊。曼琪小姐，自从一进医院，就想尽办法的勾引我，当然没有机会聊天了。都是乔汉生逼你干的吧？究竟为什么？这一点，你还真是猜错了。接近你，我的确是为了探听消息。可至于勾引你，纯粹是我无聊的时候消遣罢了。可惜曾公子实在很不解风情，连个吻都不敢奉送。乔汉生处处针对我，到底为什么？直接问你义父啊，曾庆海做了那么多亏心事，怕捅娄子，所以想杀人灭口。盛南孤儿院的事情，乔汉生有份。你说我义父要杀他灭口，意思就是告诉我这件事情跟我义父有关。你背着你义父，把他最想要抓的人给藏起来，还想探究他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确定你的搭档和你是一条心吗？小心被人告密，背后捅刀子。怎么，还想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？我们哥俩可是情比金坚，不存二心。嫉妒吧？是啊，我妒忌，我妒忌的恨不得马上拆散你们俩。嘉阳，开门！嘉阳，是小姐，不能让他进来。曾公子可真讨人喜欢。看来要跟曼琪小姐聊天，还真得需要跟你攀攀交情。利用完了，就像扔垃圾一样扔掉了。曾医生，可真是无情。你这样热情似火的贴上来，我只是利用一下而已，大家各取所需。外面那个小朋友，肯定哭得很伤心呢。亲热完了，我们接着聊聊乔汉生。我猜，如果我要是拒绝的话，曾医生肯定会采取强硬手段了吧？哎，小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哭啼啼的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。没事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不会是耍流氓吧？哎，你说吧，是谁？兄弟们给你做主。谢谢你们，我没有被谁欺负，谢谢。小妹妹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如果我不碰的也就算了，我既然碰到了，我就一定要管。竟然敢在我的地盘上调戏良家妇女，走，兄弟们进去会会他。啊，太过分了。
是不是这家？哎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你放心，没事儿。开门，刑警，开门。去看看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开门，刑警，是不是他？啊，原来是你呀！是不是这人？啊？回去。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。这个小妹妹为了你哭的是很伤心呢。哦，原来你是始乱终弃，被捉奸在床了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负心汉。今天让我撞见了，我就要替这个小妹妹好好的教训教训。慢着，抓起来。没搞错吧？花心也算犯法？你们这些巡警连这种事都管？那要看是什么法。这事儿搁我们民国政府不犯法，但是搁我这儿，那就是满门抄斩、十恶不赦的大罪。这里是私人住宅，请你做事情放尊重一点。如果再这样无理取闹，小心我不客气。无理取闹，兄弟们，我无理取闹。小白脸，你家里边都成这样了，你还神气什么呀？啊？你们走吧，不管他的事儿，警察大哥。小妹妹，你别怕，今儿这个主我替你做定了。来呀，把这个房间给我搜一下。是。我怀疑这小白脸窝藏共匪。报告，前几天被抓的乔汉生在这儿。乔汉生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知道这小白脸有问题。这窝藏重犯在咱们民国政府里是不是犯法呀？啊？来人，把乔汉生跟这小白脸给我带走。是。什么情况？你们根本不是警察。小子，眼力不错。曾庆海的义子果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既然你看穿了，那我就不跟你废话。这个乔汉生我一定要带走，还有这个曼奇我也要带走，否则别演戏，这些都是你的人。你怎么看得出来这些是我的人？一，这么多的警察拿着枪，没有一个是指着你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威胁。第二，从他们进屋开始，他们问过你叫什么吗？可就在刚刚，他叫你曼奇。他一见你就能叫出你名字，还要带你走，很明显。想骗你，果然很难。你在我这么严密的软禁之下，还能联络到自己人来设这个局，你也不简单。互相吹捧的话就不要再说了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人带走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那这个小妹妹可就……我现在也能开枪。小妹妹，你可真可怜，他们这些男人都是这么无情的。你们现在手里只有一个人质，公平起见，你和乔汉生只能走一个，你自己选择。是你现在就走，回头设个局再回来救他，还是现在就让你手下的人把他带走？你都替我选好了，我还能怎么选？把枪都放下吧，曾公子说的一定会做到，你记住啊，帮我好好的照顾乔先生。江凯，后会有期。
尝试不让自己触景伤情，为理想不去留恋旧风景。世界总是会不停旋转到原地，让人不得不去面对回忆。旧照片，熟悉的背景，只是少了你在身边，开心的声音。为什么分开才铭记？铭记下我们的表情。只记得。